男子走进娃娃机店，立刻锁定其中一台机台，蹲下拿出工具，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打开零钱箱，通通搜刮。但同时也触碰到警报器，店员在隔壁看见，立刻冲到店内呵斥。没想到男子拿出辣椒水，直接朝店员脸部攻击，趁机逃跑。店员忍痛追出去，却还是没能将人拦下，最后报警处理。刚刚能离开吗？我不是说没有，等等。警方最后在新北板桥逮到这名窃贼，还在他身上搜出毒品。当时男子疑似缺钱买毒，跑到汐止一间娃娃机店得手1000元后，又窃取一辆未上锁的 Ubay 脚踏车，到另外一间娃娃机店再度行窃，还触发警报器，更用辣椒水攻击店员。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最后顺利将人逮捕，依法送办。